你哭好半天，我看不下来，天到不能明白来，还哭。王倩，你说不行，不行呢？对。我瞬间冒一片表情，就是你们如果原版地面分析，一片表情你们弄，你怕你们那个怕小弟弟妹子，他们没办法，你就带着你们了，不好意思，没办法，你怕我生气，哎。我还洗掉了，别哭，待会儿就听爸爸话，听明白？你往你家听我电话，听明白？你在我身上，听明白？完了，我出门前不是的。你在管理别人家的车，告诉我你，师妹你去读书院打斗不容易，听明白？刚刚喊了娘娘听话，听没有？有人喊你电话，你可不要再问你。别哭了哈。你这个叫你如果出去，你不出去，你老子把事情卖，不是卖大错。我天平在后头，你今天在送洗脚袋，两个单身，哪个穿洗衣哪穿好，现在变成你女人。主要就是可不能你在开学了，洗不清哪好，你叫俺找哪哪不管你，听见没有？要喊些东西喊得到，这些要放回走了，顾不了。你的。你看这也看嘛，这都买的是要先弄个几十。这是一些年老房啊。不说的，那咱出去找亲戚没用吗？人家好在门口听别人，你这事情咋了？我在俺爹要找东西，看他做事。我这个瓶子装的水嘛，你的路上太好了。连在哪里水都不破了，那好没，那个呢？
吃了两口，你过来花钱，你该给第二年、第二年给你干了，剩下的王志平的，反正没还你，是反正你给人家留一个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姑娘娘奶奶回来家里面好。走了，走了，我们家吃多好。俺开满院的，俺满城的。这个，你上出来了。在这逛我买粉丝啊，连来五六十个了的，我靠！you